是问问，我是妈妈的宝贝，我今年六岁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是妈妈的宝贝，我今年三岁。你要踮脚尖了。我问你，他这边六不到，六不到，你要踩上才六到。啊，踩上来。我是妈咪的宝贝，我今年三岁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帮爸爸剪什么？剪头发。我要从我这里变出一个心脏哦，变出来了一个心脏。爸爸剪了头发之后，爸爸的头发要去哪里？要去卖给人家。我也要的心脏。给人家。我也要的心脏。花花心脏吧。我是花花心脏。哦，我比你高哦。蓝色的裙子不是，那我镜头啦。我最爱的是柯南，因为他长得，因为他之后就会变成工藤新一。工藤新一之后就是小蓝哥。我妹妹很乖哦，我妹妹真的很乖。我的头上有一朵花。是不是？对，为什么不用粉红色？难道不值得浪费吗？是不值得，对不对？不值得是什么？你不是不喜欢爸爸剪头发吗？不喜欢。那剪，可是我们要帮助别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的绿色，我是绿色公主。剪下鼻涕后面吧。头发。剪一下。还没啦。你有什么刀？你帮我割我的头发啊！那就用厨房菜刀好了，切一刀。他有规定那个法术。妈妈，那个怎么切？但是要。切。本来就切不断啊！你在耍蛋。对了还没。东西可以捡起来吗？爸爸不用红色，红色像星光美少女。红色才是星光美少女。为什么？一定。星光不是那个灯全部都是黄黄的。有怎样？也可以粉红色，但也可以红色。对啊，所以啊，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？姐姐用这个歌。因为我是他的。姐姐用这个歌。大家走着瞧。用这个歌。哎。我还要跟他的长头发说再见喽。一人剪几撮？你好好笑。12分抽。我这边照好了。12分抽，一人剪是一个吧。妈妈，我拿椅子过来。这个是一人剪。妈妈，帮我拿椅子过来。等我一下哦。爸爸，你是录影的。爸爸，你是录影吗？是啊。你不是要抱抱，所以你是要抱抱头发。没错，我抱抱。没错，我抱抱。谁会知道？来，快点弄好。爸爸，妈妈要照相了。小朋友们，来，妈妈跟你说怎么剪。就是。你绑橡皮筋的地方再下去一点点，再这样子剪的话，才可以固定啊。很短，你不会生气哈？不会啊，反正你平头而已啊。好了，快点，好，快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做一下，你们要剪。你看哦，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，好恐怖。再剪你头发，剪你头，最可以。哎，怎么那么难剪啊？怎么叽里叽里的声音？还要剪头发。哇，你看，快点啊！你们不是要剪？换谁？我。
等等等，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打开一点。好，靠近几下，好，好，开始，好，用力。没有拍到梦的脸。到底有没有剪到？有啦，再继续。剪不到了。再继续。给妈妈剪。加油。对了，爸爸的头发，哎呀，还有爸爸的头发，哇，还有一点点呢，还有一点点。弟弟的头发，好，再还有一点卡住了，哎，不要拉，这样爸爸会痛，不要，就剪底下一点，没关系，弟弟，哎，好，好，雨弟弟。好，这说是嫩嫩的，本来是姐姐的。好了，嫩嫩再嫩嫩一个，这样就好了。来，不要剪太多，我剩下妈妈剪，花刀不要刀。我也要。有这个。握着爸爸的手。来，剪嫩嫩点。好臭你的手。剪这样子。哎，结果。哎，妈妈挑一个细的。对，挑一个细的。来，嫩嫩来这里，何志明来。头发。来。好。你的手说 OK 吗？预备，开始咯。请。等一下，还没有好。哇！来，嫩嫩，不用。嫩嫩，拿。拿给爸爸说，爸爸这是你的。不要弄。爸爸给我。好好好。来。你就把我剪了。妈妈剪，妈妈剪。你们剪一个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啊，给他们剪没关系，给他们剪。来，我弟弟的。嗯，放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还没。等一下。你玩到没玩，不是换我吗？刚刚那刀本来就是我啊，你在那边生什么气？还是换我的？所以请你们让开，我不想要在这么短、这么小的位置给你剪刀。过来，凶什么凶？上个人在吵架。这边。剪，就是因为知道你们这样不行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专用的剪刀。专用剪刀也没办法一下剪那么大撮吧？可是最起码不用轮成这样子啊。打开了，折断了。等一下啦，打开一点啦。别再折断了。那石头宝宝怎么办？没有绑刀怎么办？有一个人呢，他正在用他的尺，割你的刀。割我头发。我也要一车。我也要。如果剪到你的耳朵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换我剪的啦，换来。对，小心，来，等下里面一点，里面一点，OK，好，对，很好，对，哦，听到了，不要那么靠近橡皮筋，里面一点，好，然后再来，好，很好，再来，哎，没有剪断这边，好，还有这边连住了。嗯，换我了，换咪咪的头，爸爸的头被狗啃了，现在觉得好轻，换我了，换咪咪头，换咪咪，换何志明，来何志明，来，有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剪三个，这个剪三个，我算什么？好，咪咪头发，好，哈哈，小心点，哎，他们很狠哎。他会吗？他会啊。好，加油！我帮你拉。嗯，又更新。
是你的手指，对对。痛不痛？手手。我就是。让妈妈帮忙。照到妹妹给你。爸爸可不可以一撮头发给我？然后不要了，送给别人了。阿志明加油！打开。哦，哦，嫩嫩最后一个是嫩嫩自己的，来。耶！